兄弟们，蛋仔派对最近不是和蜜雪冰城联动了吗？那蜜雪冰城主题店门口不仅是蛋仔派对的小黄蛋贴纸，而且就连店中的装饰也全部都是蛋仔与蜜雪冰城的联动装饰。但是最重要的，那还得是蛋仔与蜜雪冰城联动的联名套餐啊！7月6日到7月23日，只要买蛋仔雪王联名套餐，就能领免费周边贴纸或徽章，而且还有机会抽到雪王皮肤。那我的这个雪王任务都还没做呢，就在蜜雪冰城抽到了雪王皮肤，喜不美哉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而且只要对上了相应的暗号，还能领取不少周边福利。蛋仔雪王甜蜜蜜，暗号正确，奖励徽章一枚。那这些就是暗号兑换的周边了。不爱刚好看见麻辣毛蛋还在线，看着我们的雪王皮肤去给他炫耀一波去。还不是你怎么也有雪王皮肤啊？咋的，你能有雪王皮肤根本就不能有了吗？能能能，那你能带飞吗？当然是不能啊。那你还不快跑？别着急，哥们现在手上可是有传送球的男人啊。不是，你有传送球你也不能这么扔啊，陷害别人就算了，还把我给陷害了。哎，你小子，我可没说让你溜入传送门的。算了算了，眼看说不过这麻辣毛蛋，我们还是赶快通关吧。来到第二关了，旋转木马，这关可是我的王座，这可难不到我。你干嘛？我就问你，你在干嘛？来我真是心痒完了，你小子怕不是来演我的吗？我说我不是，你信吗？不信。第三关了，小江的圣诞惊喜，开局直接一麻辣毛蛋一个超级起步，滚动好了直接用。哎，不是，你倒是传送我接力啊。我这不是单人赛玩多了吗？失误失误了。你确定？你那要是失误，那这又是什么？刚才那是意外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我真服了，再不快点进来就马上就出发了。还好还好。可是你小子到底行不行啊你？前面的都是意外，手感不是很好，但是啊，这最后一关绝对带你飞。单身偷心蛋正当地图呢，建议可以使用钩爪，而且战斗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你就看我这一波，勾住了，直接开滚的状态。可惜还是让他给跑了。你们再来看这一波，先放个地雷，瞄准目标直接勾爪抓他，引爆地雷，直接就给对手打出了致命一击。那是，那你这波又怎么说？这一波又怎么说？哎呀，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嘛！我说了，这最后一关绝对带你飞，你就在这儿看好戏吧。快点啊，我真的话都谢了。拿到一手弹板，直接预判一手，对手比较谨慎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带的还是个巨大化，用手雷干涉他，回手直接引爆地雷。这时候他已经没有技能了。不过我们钩爪和弹板直接预判一波，直舞弹板